骨斷咗，嗰、那個小便嗰度同埋佢嗰條尾巴亦都斷咗，係三度同一時間斷咗嘅。有啲人咧，其實係以藥打藥殺佢哋為樂。人的一生真的很短，为什么不留下时间给自己做真正想做的事，令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，更加有价值呢？现在这个世界有75亿人，人口这么多，很快这个世界就会顶不顺，这些全部都失了衡，很快我们就会玩完的了。避免同类的事情再次发生，我方先设立了基本法，你有冇读过啊？食药啊，唔可以话冇帮助嘅，但系帮助都唔系话带得去边，唔系开心，唔系唔开心，系咩都冇咁样，即系感觉是零。